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赖草要为各位介绍的呢就是 Kamenrider Decado 的宿主开箱。那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就是 Decado 呢已经宿主完的样子，我们一样呢一来为各位做介绍宿主完的 Decado 呢到底长什么样子吧。第一个呢一样呢先来介绍头部，好，这个呢就是 Decado 的头部。好，那 Decado 的头部呢这次制作的时候呢非常有趣的是呢，它呢为了分色呢还有就是应该算是还原整个剧中的表现，所以它整个黑色这一片一片一片的呢是必须呢自己呢装上去的。那前面这个金色的天线呢还有就是绿色下面的 底色这个呢贴纸呢是用补色的。好，那整个完成 Decado 的头部呢其实这样子的分色呢是算是相当好的，制作过程呢也会觉得呢相当的有趣。好，那只是呢这个金色呢赖场之后呢应该会用补色的方式呢来呈现，因为它的贴纸上面这边呢其实呢会有一点点呢没有贴到。好，这个呢就是头部。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身体。身体的话呢它一样的这里呢的分色呢都有做出来，那主要呢是说它里面的这个黑色呢是必须呢用补色贴纸呢来贴上去的，但是赖场之后呢应该会使用补色的方式呢把里面的这个黑色的线条呢给贴上，给用笔涂的方式呢把它呢补色补上去。好，这个就是 Decado 的身体。那各位一样可以看到说呢它的分色呢是分的蛮好的，那线条这里呢也做的相当的完整，像是整个皮套上面有的一些肌肉的线条啊等等的呢都有做出来。好，这个呢就是身体。再来呢就是手部。手部的话呢因为 Decado 呢它算是左右两边的不对称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的左右两边颜色呢会不太一样。好，那像这边呢就是粉红色，这边的肩甲呢就是白色，那里面呢赖场一样呢会用笔涂的方式呢会用涂装的方式呢来进行补色。好，那它的可动性呢一样是像这样子，好，可以动到像这样子的程度，然后这里呢会再这样可以这样转，然后手腕这里呢当然也是一样。那要顺带一提的是呢它的这里的这一个零件呢是用贴纸呢来贴上去的，那有别于赖场觉得这一次呢有别于一般补色贴纸，再次补色贴纸呢比较偏向消光然后纸的像纸张的这种材质的贴纸。好，贴上去之后呢比较不会有突兀感，虽然各位还是一样可以看得出来说呢这两个呢是有色差的。那其实呢这一系列假面骑士呢宿主呢也可以组出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各位呢比较功力比较深厚的玩家呢也是可以呢靠着就是比如说是喷罐啊喷漆啊笔涂啊等等的方式呢来统一呢它的颜色。好，这个呢就是这次的手部。再来呢来看一下腰部。好，腰部呢现在赖场安装的呢就是它原本的变身器，那这边可以看到呢有 Decado 的字样。好，这里呢其实有 Decado 的字样，那赖场现在这个变身器这边的腰带这边呢是完全还没有做涂装的，因为之后呢赖场呢会希望呢尽量用补色的方式呢来呈现，不过呢这个贴纸呢在这里呢就会贴上去了。好，这个贴纸呢就会贴上去了，所以呢到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贴纸贴上去咯。那这边呢只是放卡片的地方，那延伸出来呢就会变成是武器，可以变成剑也可以变成枪的系列。好，那这个呢赖场之后呢也会试着用补色的方式。接着呢来看一下腿部。好，腿部的话呢它这一次的可动性呢就跟以往的假面骑士呢是差不多的，就这里呢有一个关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那再来呢就是膝盖这里的关节就是像这样子。好，那膝盖这两侧呢是用补色贴纸，所以各位呢依旧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点色差。好，不过没有关系。好，那这个呢就是腿部。那脚底呢这里呢一样呢有 Decado 的一个专属的像这样子的 logo 的线条。好，这就是腿部。那整体的 Decado 呢它的装备呢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呢这个呢就是内有变身器。好，内有变身器呢它就是整个就是粉红色的像这样子。好，那它的依序呢也有给了就是展开来的要放卡片之前的样子，所以呢各位呢可以
有两种款式的选择。那再来呢，就是这一次有像这种摆姿势的手，然后呢也有像这种展开的手。那当然呢也有拿武器的手，就是像这样子。好，就是像这样子。好，那这一次呢的补色贴纸呢，大致上呢就是像这样子。那赖长呢会尽量呢用补色的方式呢来为各位呢做呈现，像这样子。好，赖长呢会尽量用补色的方式呢来为各位呢做呈现。好，那由于呢还没有正式的制作完成呢，所以赖长的这个卡牌呢也还没有拆封。那这一次的 Decado 呢，因为它的腰带呢，它可以变身成就是任何的骑士，所以呢，这里呢有相当多的就是腰带的零件，那就是希望呢各位呢能够，如果有其他的骑士的话呢，这里呢来可以做替换，这些呢就都是其他骑士的腰带。好，那最后呢就是这里呢有一个 Kamenrider Bilodo 的腰部的零件，那为了能够跟呢他的腰带呢来做 match 呢，所以他特别换了一个像这样子的零件呢。如果你想要帮你的 Kamenrider Bilodo 呢换成 Decado 的腰带呢，就必须要有这两个零件。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 Kamenrider Decado 的宿主开箱。那接下来赖场呢会来找时间呢继续要完成他的笔图涂装补色的这个环节。那我们完成之后呢，一样呢会拍成影片呢给各位看。那我们今天呢 ，Figure Standard 呢 ，Kamenrider Decado 的速速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别忘了到我们 LGH 的频道呢订阅，并且呢打开小铃铛。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讯息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们赖赏 Game House 的 Facebook 粉丝团呢按赞。那我们今天的速速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各位 LGH 的朋友们，就下次见喽，拜拜。